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港星张柏芝昨在 IG 自谢行踪，惊喜现身台湾。他开心 PO 出在信义区百货公司作画的影片，还向台湾粉丝打招呼，热情喊大家好，我是张柏芝，台湾的朋友你们好。影片中只见张柏芝戴着黑色毛帽墨镜，穿着灰色上衣，专心画画，边画也边分享来台湾的原因。他提到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油画，以前曾带儿子来过游戏区玩乐，当时看到油画区有很多大人在这里画油画画风景，那时我心情没有很好，度过很多不开心的事情。翻摄自张柏芝 IG， 张柏芝借由作画抒发心情。翻摄自张柏芝 IG。